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鬼。我们今天来挑战一下第三章的最后一关——大地神的幻影。好，这边第三章呢，挑战的是盖亚神。那我们这次是用妖族队。那你可以在画面左上看到亮亮，这个就是 FIBA 的增益效果。这些增益效果是增加防御力、减伤嘛。那它那个有发红光，就表示我们会进入FIBA 之后可以消除的那个状态。那一般关卡没有这样红光，就是它会直接变成那个精华石。对，那这边女神的幻影，我们一样是照着主线故事呢去收集元素力量，但是突然遇到盖亚女神出来阻止我们。那这个家伙可能是假的，对，他是幻影。OK， 我们这次用的是妖族队，没错，我组出妖族队了。好，玉藻前跟两只妖兽，对，他是妖兽没有错，他们是妖族，然后长得很像，有一只是牛，一只很像老虎还是什么吧。OK， 那中间塞了那个什么农鸡跟小只的那个兔子。那刚好都是妖族，就尽量凑了一对。那基本上是两倍攻加上那个玉藻前的25%加成。好，这样的队伍呢，就差不多跟四倍攻差不多啦。只是这可以配杂色，比较好组队。那比较不会卡猪。对，有时候如果你纯水队啊，或纯什么队，一直没有消到水珠，然后为了纯水珠，你的 combo 数就会变少，就有时候纯色都会有这样的麻烦。因为现在技能可能没有练，所以要转出属性珠的技能呢，时间都很长，所以可能就是要留珠了。不过我们这一队呢，算是有三个属性啊，所以比较容易发动到攻击。好，水跟火都是主力，所以这样的队伍也不错，杂色这样其实也不错。好 ，OK， 那尤其是这次的关卡，就是这种最后一关都是无属性的。所以你的敌人，你的攻击力其实还会比你看到的伤害还高，因为打无属性有克数。好，这边快解决了。不过有些还是，他那个敌人属性还是不定诶，这边差一点有点可惜。好，这边攻击一开始都变高了。好 ，OK， 你这边算是还可以。第三章的难度呢，我觉得算是还好。我小兵的攻击力都有稍微提升，不过如果你血量大概有7000-8000的话，应该是不太会死掉的。对，平常有练习，大概平均能消到10 combo 左右，应该是没有问题吧。OK， 好，这边有七关，好，再来哦，一次四只。好，这边都遇到 CD 了，还好。有时候就是遇到全部都 CDE， 然后你就会倍感压力，因为他们攻击大概也2000-2000，这样加起来也是很痛。然后如果你那次手残或是一直消不到你的竹鼠珠，就是会有点压力，超大压力，怎么都消不好。对啊，这个手残的话，其实影响蛮大的，手不残跟手残，然后就是还有那个左上角那个腐蚀的属性。有点差距。如果刚好一直没有你的属性珠，就一直打不出伤害，就很难过。OK， 这边，这边是谁啊？沃特。好，生命力越低，越挫越勇，这不就是越战越强吗？好，所以这看来要一次解决吧，因为他初始攻击就7000嘞。好，最大三倍，那我觉得要一次解决他。好，那边钻石就不要客气，给它用下去了。我们纯钻石是很快的。好，这边赶快多消属性，火水赶快消。好 ，OK， 我们又能做出快有一颗钻石了。好，又一颗钻石。好，钻石补回来了。那应该有21 combo 19圈，有30万打劫打30万，这个血量不晓得多少，看不太出来的那个血量，应该也是有40-50万左右吧。好啦，当然有小怪的关卡啦。好，那种蝎子打其实还蛮痛的，螃蟹，再来消，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这样没倒哎，好神哦！这浮石真的是很难倒，你要刻意把它削倒，其实还蛮难的。就是如果你要快速削，然后正常滑，然后又把它滑倒的话，其实有点困难。除非你是慢慢的滑，慢慢的把它拉到边边，它才比较容易倒。不然一般来说真的很难倒哎。第六关哦，第六关没有什么小王之类的，好还好，那边就随便打。好，水火各一组。好，那我们这边二消呢，都是很容易制造出钻石的。对，你看靠着这样的状态，就是可以把一颗钻石划掉，不然就会不小心进入飞霸状态，然后你就会浪费两颗钻石。好，那我就觉得要留着，留到最后。好，那就两个黄金。OK， 好，十五 combo， OK， 解决啦。好了，最后一关，这最后一关呢是风属性的哦，它是盖亚风属性。OK， 你究竟是谁？好，把盒子给我，饶你不死。好，冒充盖亚大人，这个家伙呢到底是谁呢？盖亚大人就是一开始的新手教学中的那个。一个队长嘛，大地之母盖亚，随机引爆精华石哦，哇，有点可怕，应该是等他攻击之后会引爆吧。OK， 那我看能不能一次解决他。然后他是风属性的，那我的火属对他有加成，有200%加成，也尽量消啦。OK， 哦，好多，好，又一颗钻啦，先消，先消。那我们尽量让左边。左边右边那一条是我们的技能的时间持续长度，所以尽量让那一条呢不要低于我们左边的剩余时间。好，钻石还有一颗，但是就先留着吧，完美的版面，然后下一关可以继续打。OK， 哦，解决了，我不愧是克数，九盾童子就打了800,000的伤害，顺利一次解决了。好，那到底究竟是什么呢？好，假的串是什么？那我们就顺利解决它啦。根据先祖大人的指示呢，我将帮助你修复时空之门，不过你必须得到我的认可。这边呢有一个成就，就是说在这一关你得到评价 A 以上呢，就可以得到这个无数的主角激励，对，他会加入哦。终于在第三章的最后一关终于有机会加入了。好，虚幻的假象，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评价。当然，过关一颗魔法石啊，时空石一颗。那这边也没什么好东西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花了8回合，多花一回合，不可能只有 A 吧？哦，44000，哎，有 S 哎，哇，顺利得到 S， 好，通过大地神的幻影了。OK， 还不错。那我这边就可以得到新的主角，对，无属性主角。哦，好多成就，一次突然拿到好多成就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得到这个斯诺克评价 A 以上。好，来看一下哦。好啊，都不能从这边直接看，只有等下去背包看一下。然后还有得到一个80种英雄数目80种，送什么啊？素材，人类的进化素材啊，才送这个，好烂哦。然后过关之后有送大只的灵魂石啊。满了，好吧，我们来看一下斯诺克人族，那他也是送最初阶的3星的，那无属性1.5倍，然后他们直接就有消除技，主角系列好像都有消除技，那精华是提升1级，就是一般三消的话就直接变银，然后你三消铜的话会直接变金，那但是消银或金就不会再升级了，大概是这样子，那可以前期直接造出银跟金的。好，那它进化呢，就是人类的素材加那个无属性的香菇，怎么这样？主角系列应该是还可以练吧？好，之后有肥料再来练一下，好，看有没有技能可以先练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就顺利打败第三章啦，之后慢慢的继续从第4章迈进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哦，大家拜拜。